欢迎收看黄金演歌秀，欢迎我们今天特别来宾蔡幸君出场。Hello。
想敲开你家大门，你家大门，你听到电铃声，别让我站在门外，六神无主的来徘徊，你有些不应该。想敲开你家大门，你家大门，你听到电铃声，别让我站在门外，六神无主的来徘徊。刚才听这个唱，你唱这个哎凤飞的歌还蛮好的主曲哈。对啊，其实这一段的主曲啊，是我最常在作秀的时候表演，在东南亚唱的一个主曲。我今天看一听野歌，你那个我查你歌呢，听下你会讲起来呢。我嘛是安尼感觉。哦，蛮真蛮开车听你野歌，刚好平常超速超车呢。啊，你更紧搞啊！啊，你野歌可能比较柔和一点。好，那我有快歌呢？有快有慢吗？好，好，我们什么歌？有第一首是《甜蜜蜜》，好哟，棒！你真的听听看嘛，哈，好，来，我们一块听听看，好，来，谢谢。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
在彼此眼底。
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像云烟，像云烟。想到浮云一片，匆匆岁月的湮灭，生命的尽头不是青年。柔和的高国梁腔讨，啊，是啦，恰当。
蔡金娟，还有我们的张秀清。心的这么乱。